十月二十三号这一天，一早晨曦就带着雀跃的心情出发去接管子约会喽。哦，我现在要去红光，在管子，然后此刻心里还是有点小小的紧张。对，因为我跟他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不过就是我们平常也会用 LINE 啊，然后分享彼此最近在干什么这样子。对啊，大概还有二十分钟吧，就我现在也在盘算一下是今天的行程，然后希望今天会是一个美好的一天。我真的觉得他还蛮可爱的，因为像他平常都会跟我分享他最近在干嘛，像上次他有想要买一个那个好像迪士尼的那个茶壶吧，就美女与野兽的，然后我就觉得他真的就是一个会研究一些就是不是奇怪特别东西的人。原本以为在节目上木讷的晨曦第一次约会应该会紧张到不知所措，看他现在这样跟摄影师滔滔不绝的样子，似乎跟管子在节目后有了很好的互动哦。喂，管子，我们到那个你学校这边了。啊 ，OK OK， 那我在学校门口等你吗？还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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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等你吧，拜拜。跟管子相约在学校门口，距离见面剩不到几分钟。晨曦，你一脸就写着紧张，还不快放轻松，给人家一个好印象。哎，好久不见， Hello. 好久不见。哎，你吃饭了吗？当然还没啊，我是不是要跟你一起吃啊？真的？好，那我知道这附近有一间好吃的餐厅。好，中午就讲给你。OK。OK。系安全带，走。新的古堡你有去过对不对？有啊，去过三次。我也是，我有去过一两次，所以还好。好吧，那就也蛮焦糖的。那你有去过薰衣草圣地吗？好像没有。西藏那边很多啊，其实就超多的啊，还有什么香菇什么的，香菇。最近花海要开始。最近什么？花海啊。花海，哎呦，已经一年了。对啊。那么久，超快的，对啊。每次去都炸多，真的。去年的花海，身边没有另一半。今年的花海或许就不会再是一个人喽，一样都在台中生活，果然有了很多共同话题。啊，你上次那个茶壶啊，有买到吗？有，可是我好像忘记PO给你看。对啊，你不是说要传给我看吗？啊，我有PO FB 呀。你有PO吗？有，然后有在发了。有啊，对，好像我好像有看到，对对对。没有，我想说你会拍那个特写，有没有传给我看？对。没有拍一下，还蛮可爱的。管子，你也别怪晨曦没 follow 你啦，他只是希望你可以特地传张照片给他，这样才会感觉自己是特别的啊。话题停不下来的他们，聊着聊着也快到目的地啦。然后我后天就要去韩国，跟朋友们出去啊，去两天而已。对啊。哎，到了啦。哎，过头了啦。然后过头了，我在干嘛？回转。脑残啊！好，这样，我要来一个神之回转。好。啊！回转向左边呐、啊欸！回转向左边。我知道。哦，对，回转。你艺术家在后面呢。对对，会打我。太霸道了。你不要开到 BRT 哦。是一上去就会被骂，是不是？还是？哎，你真的会开车吗？会啊，拜托。还是你是路痴？我是冯家小孩。可是这边是东海，是东海。笑死我啦！大家还记得晨曦在节目上说过，刚刚也听到说你很喜欢王力宏，虽然我可能没有他帅，但是我希望我可以诚心诚意的做你的王力宏，然后当你的白马王子。在台中的逢甲夜市，逢甲王力宏啊，对啊，好可爱。这下逢甲王力宏在东海起不了作用了吧？好了好了，不闹你了，讲了这么多话，你们肚子也都该饿了吧？哎，我忘记在哪里了。对啊，到底在哪？这边太多小巷子。真的。好，是类似那个吗？海边那里有玩具餐厅。
今天他们选择的是一间复合式餐厅，更特别的是这里有满满的桌游可以玩，正适合第一次约会怕尴尬的暧昧中小两口啦。你的感觉很好吃哎，是吗？我觉得你的好像比较好吃哎，哎，给我吃一块那个肉。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我要哪一块？我擦。哦，好。这是什么肉？这里脊肉还不错。哦，我帮你，我先帮你看有没有毒药。好好，可以先试试。那我想要吃你的点面。可以啊。这个有毒，你不要吃。有毒吗？没错。好，我跟你换。我可以有。神经。就千锤百炼。那你要吃？好，你用那个卷的好了。那你也吃那个。谢谢。谢谢。好，再见了。好。也可。你夹过来就特别好吃。好啦。然后等一下吃完就可以来玩游戏了。好，对啊，吃饱才有力气可以跟你尬游戏。嗯，所以你觉得你会尬得赢我吗？应该是可以，因为你看起来笨笨的。啊？真的吗？好吧。对，我承认。吃完饭后，两人的决战时刻就来啦！他们选择的游戏是德国心脏病。轮流翻开牌面，牌面上的同种水果数量加起来为五，马上按零。这可得测试谁的数学好，谁的反应快啦！快点，我等不及要念报。好好好。啊，那个零，那个压的那个呢？什么？哦，压的，我领。来哦。好。验一半。好，验一半。又要唱一下吗？决战的时刻来了。好，我先。哎，要四个吧？对。中间呐、啊。好。谁先呐、啊？啊。哎呀，没默契。好。好。你输了。来来来，快点。大冒险。大冒险。那个卡拿来。我觉得好像在发呆，你有灵魂。啊。灵魂出窍。你有灵魂，快点快点，我帮你洗。我也不知道，抽到就一定要做，对不对？废话。什么？申请的。申请的稳强十秒，这个还不错，没有强，快点强。去我要申请一点哦，快点。我帮你倒数。我还要继续这样培养感情。对。还是你先靠墙。为什么？贴墙一下。我不要，我不是墙头啊。愿赌就要服输，还在那边趁乱耍嘴皮子，现在讲这些话你都不会脸红哦，你待会惩罚你冰一百秒哦。放感情，放感情，十九八七，要左右左右左右，六五四三二一，好了，好，你好像有点激动。生气，我们还是玩别的游戏吧。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啊。这么刺激的游戏玩一局怎么够？当然得多玩几次啊。你先。哎哎，等下我翻两。这哪招？哎，直接抽了，来，直接抽了。刚丑一啦。没抽。你干嘛？丑了，丑了。三的话就冒险一下，好，吓死人哦！哎，我放这边哦，哦，你不要挡啊！我不要，我干嘛跟着你尖叫？我不要抽！来吧，命运的时刻来临了，一定要吗？慢慢抽，深呼吸。你刚刚挡到那个牌，时间，你刚手都挡到那个牌，我看不到。哎呦，好吧，那还是抽一下吧。先生抽一下嘛。好，我抽。因为我还蛮想看你好恐怖哪个稳定
地板的事。这是什么？做自己最性感、最妩媚的表情。我懂做。哇，这你应该很擅长。哪有那种可爱风？对，你是应该要换成什么最萝莉的动作？最性感、最妩媚，好像没有哎。来一个，来一个，那个叫什么？位置好的，位置。啊，我是智障哎。啊？我是智力障。你就慢慢的、啊。慢动作。好了，我 wave 看看怎么 wave 吧。啊？怎么 wave？ 所以要我教你的意思吗？你不用贴着他，你不知道 wave， 你不知道 wave 强吗？那你教我啊。你就来个甩头好了，那有电话转的。甩头吗？你就狂野一点。好，我甩头。你就来个回眸，然后甩过来，然后再 wave。真的是，真的是萝莉吧？最性感的萝莉，就这样，甩头，我觉得对他而言性感真的很。我不知道哎。性感的，不然你就来个，就是这样啊，起立蹲下，是起立蹲下，那叫什么？深。我不会啊，我是男生。我也不会啊。好了，那就起立蹲下好了。可是不性感哦。你不要撅起来之类的。撅起来，这样子吗？对对对对对。哦。没有，瞬间脸红了一下。小游戏让两人看到对方不同的一面，似乎也更亲密了一点。如果害怕约会尴尬，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哦。女生的那个都有十几个照相，没有十几个。我要学女孩，女生都会这样。哪样？这样。这样脸比较小啊。我发现女生都会这样拍照。那我们来放鬼脸。好扮鬼，哎，很丑的哦，啊，很丑的那种。我平常就很丑，就我比你丑哎。可恶，不会啊，哪会很丑？你就很好看。为什么我觉得你的脸是看到阿飘？也太惊讶了。美的美眼这样，来当装作不屑的感觉。不屑，怎样不屑？就互相不屑。真鼻孔是不是？你干嘛用鼻孔瞪？拿鼻孔瞪我的手机。发现你很上相。我吗？对啊。晨曦，你这话就不对啦！很上相的意思是平常不好看吗？真是多说多错啊你！吃饱饭了还不赶快带关子出去走走？在这个景点你应该会喜欢。什么景点啊？就因为你很喜欢拍照嘛。对啊。而且你又很喜欢，你也会。常去外面拍照啊，什么的，所以你会喜欢。好期待哦！对呀、啊。咦，不是要去漂亮的景点吗？怎么走到高中来了？哎，这地方超妙的，花园藏在高中里。不知道带你去景点吗？来到一个高中。隐藏版的啊。好特别哦。有那个导览车。哎，有导览车。所以我们要去跑个操场。对啊。飞香醉月亭。荔枝岛，人家跟你台南的感觉很像啊。对啊，而且这是高中，我们家青春洋溢的。哦，原来明台高中里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就是林家花园的来源。古色古香总是会吸引很多游客来这里观光拍照，当然晨曦跟关子也不例外啦。好看哎，多拍几张。啊，你可以亲墙壁啊，身体接吻。一二三。好，你可以回来了。亲墙壁亲不腻啊你，看你逗的关子乐得很，你也是好事一桩啦。哎呦，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感觉。一二三。哎，这张还不错。刚拍的哦。对啊。是不是？这有点暗。整个光线、整个角度构图都完美。完美无瑕，自以为是。你看我拍出一个200公分的长腿，你看，好不好？我可以去打篮球，我可以去打篮球。女生都喜欢会拍照的男生，可以帮自己拍一堆写真。晨曦，你这点很加分，在这古色古香的地方，让关子雀跃得很。快过来！哎，学生笑。
样啊。要这样吗？对。而且他们的某个姿势。对，也要学。你上辈子应该是天鹅。天鹅吗？对。天鹅人。啊，他的屁股好可爱，而且他的脚很像像像。他是蛙式的。他跟你说谢谢。好笑啊。今天晚上晚餐有什么？晚餐吗？现宰的鹅肉非常新鲜。我说你们就别跟鹅们开玩笑了，还是多拍点照留下来纪念比较实在。要理想，我们在这里练这个技能。真的吗？对啊，要示范。是叶问吗？哦，叶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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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今天好特别，晚上就断掉，晚上就会断掉。你觉得我会抬跳的？跳的。对。你说我们俩空然后跳。那不是自拍跳，自拍空跳这样子吗？很嗨啊！其实很嗨。好，就叫个同学过来。好，摆几段，好不好？我要摆万佛高中。好，万佛高中，那我要两天了，三个分月好了。三个分月，好，我们角色互换。好，来，一二三，五分。然后我们刚刚参观完那个古色古香的儒家花园之后呢，现在换点不一样的口味。什么口味？就是呢，台中很漂亮的一间大学，是亚洲大学。亚洲大学的特殊建筑是台中拍摄婚纱的著名景点，欧风的建筑也围绕着一点浪漫的气氛，最适合情侣到这散散步啦。你知道他这里啊，晚上啊，他那个屋顶会就是像机关一样收起来，还有那个北斗七星刚好就会飘过这里。屁股。真的，不然你去找一个同学问，你这边有同学。那如果没有，你要去找。那骗你。我觉得知道。可以先跳一段，先转一下。你竟然就自己过了！好好好，帮你开路，帮你开路。好，换路是我开。在绕中，就是黄中古堡的。有啊。对啊，而且你知道，天快要下山了。等下德古拉。德古拉是吸血鬼。对，就是那个吸血鬼。晨曦，你这是以保护之名行头搭肩之实吗？你胆子可是越来越大了。哎，不错不错。美景的陪伴下，聊着聊着，太阳也要下山了。那今天呢，终于第一次和关子单独出来约会了。那我还是会有一点紧张，因为就他在我旁边，可是我比较可以很自然的跟他聊，就是很多事情啊，分享很多心里的想法。然后像今天出来的时候，就我有观察到他，就是有的时候会呆呆的，然后这不是呆呆，就是可能放空一下。然后，但是我觉得很可爱，就感觉出来他是一个很可爱，而且跟他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他其实蛮乖巧的。希望以后可以再多带他去很多不一样的景点去玩，因为我觉得他，我发现他拍照起来很上相，就我觉得他各个角度 take 他。都很好看，所以我会想要多帮他多拍一点很漂亮的照片。我觉得今天跟他出来玩还蛮轻松愉快的，就是都带我来我没有来过的地方。我以为台中我都已经玩透透了，可是没想到还有这么多隐藏版的地方。然后他会想要想一些梗，可是有点干。我觉得好像有点太傻了，因为我自己已经够笨了，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聪明一点的人来哄我，不然会两个一起白痴下去。现在最流行的包包，我现在是包包秀吗？好的，走吧。美好的约会总会希望还有下次，下下次，下下下次。但是管子刚刚也说了，觉得两个人都笨笨的，似乎不太适合继续走下去。他会怎么回答呢？
那我以后会很常来出去玩哦。OK 啊。可以哦。不可以，你不回我。我哪可以？哇，海好漂亮哦，还有船哎，我在地方。你可能有妄想症哦，这位先生。今天呢，就是跟自己玩的很开心。真的？对啊，就然后我准备一个小小的礼物要给你。真假？小礼物？对。在搞缸哦。对对对，小小礼物，细细的礼物。什么礼物？啊，我叫眼睛闭起来好不好？让我保持一下神秘感。闭起来。一整天的旅途当中，它有点加到，不过应该还可以。好。好。我有的，这是什么？哦，它有点刚压到了，有点破掉了。那挺烂的，我看一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我。哇，这是笔吗？对啊，这是我去韩国玩的时候。买的一个纪念品，台湾还买不到。对，台湾买不到啊，就是全台湾都买不到。然后你可以就拿这个写功课啊，或者是做报告啊，或者你写日记也可以。好，它可以陪着你，每天都带着你。真的吗？真的。然后可以像小卡片。对啊，就是手卡小卡片。哦，都是手卡哎。那个地方都会有七个颜色，然后看一下你写。丸子今天太害羞了吧？我们第一次的约会日，同时也是咱们邂逅满月。虽然这段时间没见，但能和你透过 LINE 分享彼此生活的点滴，也是一种大确幸哎。希望未来能在你下班后替你送上一杯消除疲劳的热可可。哇，这么贴心哦！我知道我喜欢热可可。我拿的是奶茶，这个是奶茶吗？奶茶，我怎么会知道里面装什么？还是要等我。傻有什么关系？这样才乐天，这样才知足啊！有了更多的相处机会，丸子一定会发现更多不一样的晨曦的。下次就让冯甲、王力宏好好发挥实力吧！正妹约会。